這個島雖然看起來很大，但是這個鞋入村咧行咗10分鐘就到㗎啦。咁多裝飾嘅？唔係我嚟裝飾㗎咯。呢條村唔歡迎外人，天黑之前你要走。 觉唔觉得呢度怪怪地啊？我觉啊！你哋嚟到呢度，冇俾你哋重新面对你哋嘅心结。走啊！走啊！冇住冇路点走啊？走去边啊？对唔住，我唔应该带你哋入嚟嘅。 你想想點啊？